接着我们要带你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来看，有一名女驾驶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，竟然冲撞进了一间理发厅。那如今呢，这监视器画面也曝光，当时呢，店内的客人是很惊险的逃过了一劫。好，当时这车子撞进去的时候呢，里面是一阵天摇地动，还发出了巨响。当时呢，客人跟理发师全被吓到了。而且呢，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当时呢车子撞进去的时候，坐在大厅的客人还差一点点被撞上，跟轿车的距离大概只有1公尺多的距离。根据警消透露，肇事的驾驶是一名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所幸这场意外并没有造成任何人丧命，女驾驶的部分是腿部受到了轻伤。